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回忆一下当时第一支舞吗？不是，联谊，联谊的时候，联谊的第一个步骤。对对对，抽钥匙，我真的没有啊。我们也可以真的可以抽钥匙，而且这三把钥匙有真的三个名额，就是我们今天三位男主角，真的真的他们的车子的钥匙，真的。怎么有顺序吗？那你先抽好，我先吗？因为你没有玩过，对啊，给你玩一下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反而真的不知道怎么选呢。这样，那第一个看钥匙，第一个对对，第一个有点花俏。对啊，可是它有一个红红的是什么？红红红的应该是锁排挡排挡杠那个哦，挡车。哦，哎，我觉得他什么叫挡车？就打挡打挡的那个，不是这样去挡车那个，打挡的。然后第二个是，但第三个的看起来有点旧旧的。哎，我觉得他蛮喜欢，我蛮喜欢复古的那种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爱惜东西，然后就车是老车，所以你要选三。我觉得老的东西有它的灵魂跟故事，所以我选三。好久成瓮底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换我吗？哎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他的这个上面还有一句什么话？他说什么什么？这么复古的人？对，他说你是谁，你便遇见谁。哦啊！会不会你们是命中注定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可以讲，你不是新梅吗？那你就遇到我啦。是这个意思啊？对，好有缘。你正好，我讲一个题外话，一个小故事，就是你前天发生的事。前天我们去吃饭，我刚好隔壁坐的是唐启阳老师。那我心就想说，哎呀，难得是老师，空档的时候请他帮我算一下明年的运势。那老师 iPad 就开始说，哦，好，帮你看一下。你明年工作很好啊，稳定中有成长，加油。然后就很开心。我说老师，那感情呢？感情啊，2020吗？等一下啊，然后他就不讲话。他说没关系，那我再帮你看一下。然后他就，你知道他 iPad 可以选日期嘛？他就滑到2021。再等等吧，然后就一路，我坐在他旁边，我亲眼看着他，他就一路21、22、23、24到26的时候，真的假的？他还要再滑下去。我说老师没关系，真的不用，我明白了。我就有点失望，那老师为了想安慰我，他就说哦没关系，你还是有点机会，只要你找对了。我说找什么人？就是找。他说会不会就是这个人？他说你要找那种有读书的啊，那种书香气质，那种读书人，你的真爱。我觉得他是文青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会有字文青？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命中注定就是了。不是叶新美，我跟你讲，后面真的没有在开玩笑了。他刚才听到你要抽这个钥匙，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出去，就是叫我代替这个钥匙。他说你开车啦，摩托车给我骑啦。我说我不要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有我的内涵啊，希望他看得见。好，叶新美，他有那个文字在上面，感觉很配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也知道我是中文系的，他一定是用文字吸引我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是天才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连你都觉得是，连我看我都觉得有点喜欢哦。三号哦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三号，来欢迎你。好帅的，刚刚真的超紧张的，为什么是你抽到？好帅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就是注定的。你算走出来走得快了，他刚才在后面跟我们大家讨论，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说，如果叶新梅抽到谁，我们就不要出去，对，我们就不要联谊了。哎，而且第一次看他出来是这样，对啊，没有朝气，他的脚步声是看雀跃哦，然后他的脚步声是带着超沉重的步伐出来，很沉重，对啊，不错。我这辈子没有联谊过，那 OK 啊，第一次，你们刚刚好。都是第一次，我之前上另外一个节目，然后联谊，然后遇到谁，你知道吗？天天，我是比他好，然后来这边遇到你，你先，对啊，不错啊，我们都是，对，我们都是跟上，自己也讲不下去，我们都是有内涵的女生啊，对啊，对 ，OK， 来，我们来看看三号要干嘛，要做什么？三号。一起用餐，感情才不会散。一定要的，对啦，重要的。我觉得，吃相很重要，真的。跟一个不认识的人，第一次见面的人，你跟他一起吃东西，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的对他的新梅姐，新梅姐，我想除了吃相，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，就是食量。真的，第一次约会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那个食量是多少，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。真的，男生不会觉得吃很多比较自然，大拉拉就做自己呀。有些我觉得男生可能第一次约会吃太多也是蛮吓到。通常因为那个
那个可以装的嘛、啊，就是你可以吃饱了再去啊。我小时候第一次约会之前，我都先在家里吃饱才去跟人家吃饭。那你食量到底大不大？我食量这样讲应该是大啊，他才会自己吃饱啊。就以前英文老师都帮我取英文名字叫 David， 因为他以为我姓王，安慰王。好烦哦、喔！哎呀，哎，其实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很好笑，可以对不对？而且你要吃饭，你要动脑筋，他说你好笑。好 ，Thank you, David, Mary, David, Mary， 请坐。David, Mary， 那预算有限，约会的地方就是什么？对，汉堡最好了。对，哇，汉堡，快餐。嗯，而且你们这一组一样是护士。互相凝视的对方，对，可是感觉干嘛讲？干嘛讲？怕他跑掉，怕他跑掉，怕他跑掉，我先拉着尿遁那类。不好意思，我去，我去要厕所。哈哈哈哈哈！大米哦，就不小心会这样子，会露出那种。对，哎，我很少跟单独就是两个，然后桌子这么。我觉得你开始在害羞，很紧张，因为现在讲话会有点语无伦次，认真的在。是有点尴尬。年轻人吃嘛吃嘛吃嘛，可以开始吃。真的吃啊，真的吃啊。真的是真的。对啊，边吃边。啊，我们要。叶欣美是真的害羞，你看她不吃汉堡，她吃薯条。汉堡看起来那么好吃，你喜欢的男生吗？我喜欢的男生哦，嗯，就是会吃东西。有点肤浅嘞。怎么办？没有了，我真的喜欢比较聊得来，然后有一点才华，跟就是内容嘛，就是讲什么他都接得住。你那么认真干嘛啦？叶欣华在放电，他吃薯条一直。我不敢看他。没有。可能讲什么他都接得住。你那么认真干嘛啦？叶欣华在放电。你先讲你喜欢的女生什么类型，然后我去思考一下。啊，那给我一点时间吃东西。其实就是要很聊得来，但我觉得你很好笑，超风趣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以后跟女生约会不用讲这种话，女生不会开心。真的吗？这是女生跟男生讲的。对啊，你会说那种，对啊，你知道，你对你就是要称赞她的外形啊，她的个性啊。比如说，你看像慕言今天的，你看一下，你觉得她？还是要换？毁灭！哎，毁灭！毁灭！毁灭！汉堡已经吃完了，真的很饿。转过来看到他那个脸，真的是毁灭。不是因为我，是你的脸是这样子，不是因为我吃汉堡会很像河豚。你都是这样的，你看一下，你觉得他还是要换？啊，好接三了。对啦，对啦。这样问。那个呀，你那个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们来联谊，你看浪漫一点，不要搞笑。好了，这个那我们喂吃薯条。好，嗯，薯条比较浪漫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看你这边沾到了。哪里？哇！很会，很会，真的会。像在照顾病人，你平常照顾，你平常都在做看护吗？感觉你很孝顺。有。哎，我们是在录美食节目，好吃哦，哇！接下来没事，你咬，帮你咬，你咬。哇，欸、这个很贴心哎，帮忙接。哎，我觉得吃东西会增进感情哎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嗯，对。有种这边，你自己擦好不好？好，很凶，很凶。我自己擦呗，自己擦。叶欣美，人家男方给你机会，因为他本事很多啦，我很怕啦，我真的会。不是，我觉得是因为欣美真的很少遇到这种状况，所以他现在有点措手不及，他真的害羞。所以你现在是有点紧张，还是这个在？会啦，会紧张啦。不要擦到身上，擦到身上就像妈妈了啦。对呀，擦嘴就好。而且我觉得欣美紧张的时候，他会故意装 man， 然后去。声音会变比较低沉。哦，真的。对。对。你现在知道 Billy 姐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其实可以，很风趣啊。但是男生会觉得，但我觉得女生男生会把他当哥们，会不会？其实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女生好笑很重要。好啊，那你愿意互相留电话吗？或 Line 啊？好像早就有了。哦，对，早就有，但是从来都没有。有啦，其实我们私底下有时候还是朋友一群，会一群当中会常碰面，但是没有私下，应该单独。对，要单独。可以单独。所以我今天那你觉得，庆华有什么要改进的？他的眼神太电，就是。会让女生认真的女生会害怕，
就是会，女生对对对，会觉得你他到处在放电。对，我们在旁边桌的人，我们也看你们俩不太配，就不合嘛。嗯、啊，还是我们下次不要吃，我们玩刚刚那个游戏的。好、啊，对，我觉得那个游戏真的是最好的，真的真的。变性花想要换人，不要跟你的感觉。下次啊，不要换新梅姐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。我跟你讲，要不要？搞不好你们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选圈，一个选叉。哦。没默契哦，对了，也是有。要不要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好啊。好，嗯。你真的喜欢吃汉堡吗？圈或叉。眼睛闭起来哦。近，再靠近，再靠近，男生再靠近一点啦。来，一、二、二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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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吓一跳！吓一跳！小心，太真实了。三。三。先出题，来，请闭眼睛。请问，闭眼睛，你们是不是喜欢？快点好不好？喜欢海多于山？哎，好，是那题。全火茶，你喜欢海还是山啊？多于山。对。Okay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对，再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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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眼睛。哎、欸，啊、哦！你是不是有一种好交代的感觉？哎、欸，你刚刚，等一下，你是有感觉吗？你刚刚瞬间换边呢？表情说明了一切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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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多余山。对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再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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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想好了？我想好，我想好了。好，来，运气出题，请闭眼睛。你平常是喜欢喝一点小酒的吗？对或错？靠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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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近。好，请开眼睛。哎，哎，开心了哈。对对对，进来了，开心了。开心的，放心。对，因为我们没有。没有了啦，没有了。是不是会上瘾的游戏？